你说什么呢？这个时候，你别吓我。 搜查我们，按照原计划，先回广州，然后再去香港。哎，那刚才帮我们那个人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是个狙击手。他还瞎说，说是队长，吓死！快走了，这大半夜的。哎，快了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慢点啊！快，没人追。船家，我们去广州，这船我包了。嗯。 想闹出动静？哎，这位小哥，谁是小哥？你不是小哥，难道你还是个大姑娘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把我们四个一块带上。捎上你们可以，但这船只能坐五个人，你们得留下一个。那正好啊，你下来，我们上去。 想动武，打起来谁都走不了。要不，我留下。老毛，我留下吧。不用。船我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上船。 怎么回事，老李？这次又失手了，你给我一个解释。何先生，是我自己无能。哎，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，除了你之外，其他人都不是我们党内的人，他们完全是凭着一份赤诚的爱国之心在战斗，所以在管理上，我们不能像部队那样。 我知道，是我自己的能力有限，所以何先生，我想向组织申请，请调其他的同志来接替我的领导位置。老李啊，你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不是，确实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。
我怕有一天会因为我而耽误整个队伍。我理解你。好了，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其实你们的新任领导已经到了。真的。嗯，跟我来。 谁？那个母老虎。嘿呦喂，藏得够深的呀，真是雌雄难辨呐。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哎，老毛，新队长人呢？他现在跟何先生聊天呢，一会儿过来。我先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，毕竟啊，咱们之前有过矛盾嘛。还有，上次在顺德开枪救咱们的也是他。不可能啊，他开枪救我们，又把我们扔在河边。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我说孟娇，少说两句吧。说不定新队长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呢。你傻呀？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孙思凯，还是会讲道理啊。我跟你说，他是在玩咱呢，这你都看不出来。亚楠呐，这支队伍的构成非常特殊。我知道，来之前上级已经跟我介绍过了。 除了李大志同志，其他人都是爱国华侨。是啊，他们都各有各自的性格，所以在管理上要多想想办法。明白。他们每个人都各有所长。孙思凯，出身中医世家，在欧洲留学多年，在医药和化学方面造诣很高。这个人呢？ 平时油嘴滑舌的不着四六，实际上反应敏捷，思维缜密。张孟娇，本人的身份是香港演员，大大咧咧，但是心地很善良。每次行动，她都扮演着我们需要的各种角色。燕子是年纪最小的，单纯，武功很好，在 法国留过学，在爆破方面可是个专家呀。还真是各有所长啊。是啊，他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第一把火就烧到顺德这儿了，这第二把、第三把还不一定烧哪儿呢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孙思凯热烈欢迎新队长。大伙热烈欢迎。 我叫陈亚楠，好名字，真好听。队长，吃饭了吗？在顺德之所以不让你们上船，是想看看大家是不是团结。这还用你看吗？我们都合作这么久了。嗯，对不起，向你们道歉。没事，队长，要不是有你，我们从顺德就回不来了。没什么，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。嗯，我叫孙思凯。
我害怕。乖，楠楠乖，楠楠不怕，爸爸答应你，一定来找你，啊。嗯。老孟，你别迟到啊！今天可是我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。这次不是群众演员了？请不要在我神圣的职业前面加上“群众”两个字。好，演员。快点啊！嗯。小姐啊，哎，这真是太棒了，很有张力啊，尤其是最后一句啊。来来来，你先休息一下啊，这场戏啊，下一组镜头今天得要这样啊，站在这个角度啊，摄影师呢配合你的。知道。什么东西啊，表情那么夸张，毫无内心。老猫，嗯，你说我们俩谁演的好？你演的好。低调点。太好了，今天我们胜利了。这小鬼子从此以后，李会长，哎，哎呀，李会长，你看看我这一脸的伤。哎呦，让我看看。哦，孟兰小姐真的是很敬业呀。哎呀，师傅，请坐。谢谢。李会长，嗯，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太有挑战性了。哎呀，我可是对你大有信心呐。明天是咱们的第一部片子《沙窝》上映的日子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哦。我当然得去了，我可是女一号嘛。对对对，当然是女一号喽，以后片子的女一号都得是你。这部戏也是女一
号吧？绝对是女一号。好，好，好。你好骗！给我上！李会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保护会长！会长！小鬼子，想阻止我拍抗日作品，休想！我李天彪是不会答应你的。中国万岁！中国万岁！中国万岁！真是太可恶了，本来挺充实的一天全被挨千刀的小鬼子给毁了，这个角色对我挑战很大的就这么丢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哎，老猫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可惜可惜。哎，你说像李会长这样的爱国志士却总是要经历这么多磨难，这让我想起一个名人。谁呀？唐僧。可唐僧吧还有几个徒弟保护，可惜这个李会长。哎，老猫，要是何先生安排我们对他进行保卫就好了。死老猫，你干嘛？找那妖怪谈谈去。什么？亚楠呐，杀父之仇深似海啊。从个人感情的角度上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知道了，何先生，我违反了纪律，请求上级处分。亚楠，实际上这个李天彪前一段时间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线了，根据一些情报资料汇总分析，我们怀疑他利用香港码头给大陆的日军提供物资配给，但是还没有他跟日本人勾结的确凿证据啊。还有这样的事？你今天这么一说倒是对上号了。这样亚楠，一定要首先掌握他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，毕竟李天彪的身份比较敏感呢。您放心，我明白。咱们的新队长有可能去刺杀李天彪了。你说什么？刺杀李会长？嗯，不可思议吧。老猫，你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能感觉到新队长对李天彪的仇恨。这会不会是何先生给我们下达的新任务呢？不可能，李天彪可是香港反战同盟的理事，再说了，既然是何先生下的命令，那他瞒我们干嘛？不是，这也许……行了行了，你就别也许了。要我说，现在我们就应该肩负起保卫爱国人士的重担，直接杀去李家，啊不，直接去找李天彪，对他进行贴身24小时保护，对吧，老猫？对。嗯，燕子说的对，也许这就是何先生给我们下达的新命令。
咱们先稳住队长，不能让他再单独行动了。说的有道理。哎，那我们去哪儿找队长呢？ 队长来了，来，尝尝我最喜欢的咖啡。这个咖啡啊，味道那是相当的不错。哎，这个，虽然我孙思凯文武双全，风流倜傥，但是今天队长单独和我约会，让我受宠若惊啊！没想到短短时间内，队长对我竟然……抓紧时间看吧，电影方面的书。 啊，看书啊！看完执行特殊任务去。啊，队长，这个你放心，我是过目不忘。什么任务这么神秘？接近李天彪。李天彪？李天彪那是名人呐，华人商会的会长。还有香港反战同盟会理事。你也知道？所以才让你去调查。查什么？ 他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，怎么查呀？孙思凯不在，没在。会不会是队长利用孙思凯的骗术，去李天彪的别墅，对他进行刺杀？什么？这不是帮小鬼子杀自己人吗？走，去李家公馆。 孙思凯，啊，大白天干嘛呢？过来。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咱先回去吧。干嘛呀？队长，卧底这事儿太危险了，那万一……我不是在你旁边的吗？那也不行啊，这马有尸体，不是人有尸首的时候，要不你赶紧换人吧。那不行，这个人选非你莫属。为什么呀？ 你比他们都洋气，还帅。嗯，够。队长真是好眼力啊！哎，这事儿老猫他们知道吗？当然不知道，找到证据之前，这属于高度机密。就咱俩知道啊？那当然。 哎呀，队长对我也太重视了。啥也别说了，谢谢队长对我的信任。这个事儿我孙思凯一定抛头颅洒热血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两位是？Excuse me, I'm John. What can I do for you? 啊，那个，我找一下李会长。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 我想投资电影，麻烦你帮我们预约一下。OK, no problem. 走了，老猫。我们来晚了一步，队长他们已经进去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我们也进去吧。孙思凯有他自己的办法进去，我们以什么名义进去？就说你们俩是我带来保护李会长的。 走，下车。哎，这边来。两位，请稍等。
我去请一下李会长。好，哎。原来是贵客到访啊！李会长客气了，冒昧到访，还请见谅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快请坐吧。李会长请。好好好。谁？大名啊！啊，不敢不敢，小弟姓林，出生在英国，也没起个中文名字，您就叫我约翰吧。约翰先生，原来是位华侨啊，失敬失敬啊！哎，哪里哪里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的助手，帕布伦。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哦，误会了误会了。我以为约翰先生，哎，误会。没有问题。所以，我认为做电影就要有他的灵魂，而他的灵魂在哪儿呢？这就是关键。哦，原来是行家呀，佩服，佩服啊！我准备在香港投资一个内景拍摄基地，嗯，地皮已经选好了。但是小弟我毕竟还是年轻，所以想请李会长，李前辈，过去帮忙指教指教。顺便呢，洽谈一下具体的合作事宜。好啊，正合我意啊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？越快越好。那就后天吧。我明天有一个电影首映式，到时候啊也要邀请约翰先生过来参加一下。一定参加。李会长真是个爽快人。李会长，小弟我呀，平生最喜欢的就是电影，所以呢，一直想在电影。Ah!
哎呀，约翰先生，哎呀，约翰先生，息怒息怒，今天多亏你这位助手相助，太感谢了啊！气死我了，啊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没事吧，刘会长？啊，我还好啊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没事没事。会长，哎呀，约翰先生，对不住啊，他是我的替身，不得不防啊。没事没事，正常。 哎，对了，你刚才那位朋友叫什么什么狼？啊啊啊！我想你是看错人了，他是我的那个什么保镖，不是日本人，我李天彪，堂堂的反战同盟理事，怎么能和日本人往来呢？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去看看他吧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改日吧。今天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，实在抱歉啊。 关于影视基地的事，我一定帮忙啊！那就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告辞了。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那我送送你。哎，李会长客气了，你还是先去看看你那位朋友吧，别受了什么内伤，再耽误了。不会的，谢谢约翰先生啊，谢谢，告辞。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哎呀，好危险呐！ 有完没完了？程亚楠，你知道银太郎是什么人吗？我知道啊，日本人啊。知道你还帮他？我有我的理由。狗屁理由！我告诉你，银太郎在广州亲手杀了老毛的妹妹，还击毙了我们上山队长。可是你今天，我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。 看在你是队长的份上，我给你一句忠告：你现在马上去给我找何先生，把事情解释清楚再回来，要不然他们几个非撕了你。孙思凯，请你相信我。 我要是不相信你，就不会帮你了。
李昊天怀恨在心，于是勾结日本人暗杀了家父。哼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躲？李昊天，你不要逼人太甚。是你逼我在心。够亲日的，祸害自己同胞，还有脸说我逼你？ 我看你是活到头了。那这跟李天彪有什么关系？现在的李天彪，就是当年的李昊天。哦。好吧，程亚楠，你杀李天彪，我们并不反对。但你为什么要阻止我们杀银太郎？他也是我们的仇人啊。其实，要刺杀李天彪很容易。 白天在片场，我就有机会下手。但李天彪在香港华人界影响很大，又是反战联盟的理事，所以当我发现有很多人把他当成英雄，并且保护他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如果我只是单一的刺杀，恐怕会影响到全港华人抗日的热情。所以我才让孙思凯帮忙，找出他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，并大白于天下。到那个时候， 我再替家父报仇，这跟杀银太郎有关系吗？有。李天彪和银太郎勾结，这就是我要大白于天下的证据。凭李天彪现在在香港的影响力，就算我们把事情说出去了，也没人会相信。这就是我暂时留着银太郎的目的。李天彪明天会有一部宣传抗日的电影首映，而银太郎这个时候出现， 我相信和这件事情很有关系，而且我认为这个首映式，银太郎也会参加，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，找出他们俩勾结的证据。可是这个银太郎是日本人，他能去参加抗日电影的首映吗？这一定是个阴谋。对了，明天首映会邀请很多香港知名人士来参加，到时候会现场组织抗日募捐，那 他会不会？骗钱？是喽啰的骗钱。不会，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那还能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，只能明天去了现场再说。那是不是说我们还有刺杀银太郎的机会？那如果明天银太郎不去首映式怎么办？不，他一定会去的。银太郎此次来港，
你干嘛呢？这个李会长怎么跟日本人搞在一起了呢？你知道你为什么当不了导演吗？为什么呀？李总，你给我分析一下，刺杀我的会是什么人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不过你看咱们明天的计划。不可能，李总，这个计划我等了很久，我来这里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。无论如何，明天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重启好了，都重启好了，放心吧。好，分配任务。老猫，你在电影院外围负责警戒、接应以及切断他们的退路。好。孟娇，你要以演员的身份接近李天彪，并且判断其真伪。好。孙思凯，你想办法混进放映房，负责照明以及放映证据。放心。燕子，机动，负责应对临时突发状况。好。我会在电影院的隐蔽处负责狙击，都明白了吗？等一下，队长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从哪个社长的公文包里找到的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社会名流？是啊，连我们华侨总会的欧阳会长也来参加了。哎，我看看，这下可麻烦了，如果误伤了谁，后果就很严重了。要不然，我在路上直接把李天彪跟银太郎给干掉。不行。
这样吧，明天行动之前，我先找一下何先生。何先生，怎么这么急呀？有点意外，您先看看这个。李天彪今天要在港城电影院举办一个电影首映式，我们原本计划在这个电影首映式上公布他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，但我们发现会有很多人来参加，怕有误伤。亚楠，这个名单有些奇怪啊。怎么了？这上面的人基本上都是些爱国商人，而且现在正在通过香港向我们大陆的部队提供援助啊。是这样。结合你前面汇报的情况看，日本人银太郎突然到港，我怀疑这次的首映式是个阴谋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日本人想借这次电影首映式杀害那些爱国商人？很有可能。这样一来，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显得特别的重要。您放心，我们会周密安排。好。我们可是一直在这恭候您呢。好，孟兰小姐辛苦了。
走吧，好，咱们进去吧。哎，声音小点。哎哎哎，知道了。嗯，误会，你就
音小点儿。起来啊！早干嘛去了？差点穿帮了。记住了，不要在我神圣的职业前面加上群众两个字。铁彪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竟然敢派出这样对皇军大不敬的东西。对不起，只要我们的计划一完成，我就把所有的底片都烧掉，一点不留。刚刚说有人拍到我们两个接触的证据。是的，就是昨天晚上。您快想想办法吧，如果这些证据流传出去，我李天彪在香港的地位不保是小，耽误了为大日本皇军募捐物资的事是大呀。他们拍摄的证据应该是想借助今天这个机会给他放映出来。
我们不可能把这个计划推迟，不过没有关系。今天所看到证据的人，不会有一个活着走出这里。您的意思是，马上实施第二计划？是，我马上安排。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敢穿孟兰的衣服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李会长，你忘了，我是演员啊，我是这部电影的演员。这里不安全。 给我去死！有人被抢了，有人被抢了！别走啊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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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还记得程东海吗？哼，这就是你做日本鬼子走狗的下场。 日本皇军作对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会让你们今天这里所有人都给我陪葬。<笑>